恭喜体育系杜伯伟、林佑廷、黄家华入选中华队，参加2018年亚洲运动会。无体育不清华，全清华大学师生都为你们感到骄傲、光荣，也希望你们为中华队争取最高荣誉，加油！这一次清华体育系总共有两位在校生，一位毕业生，入选2018亚运代表队。那两位在校生是佑廷、博伟，一位毕业生是嘉华。全体体育系师生都为你们加油，也希望你们为校、为中华代表队加油。为佑廷跟博伟加油，博伟加油，佑廷加油，相信你们。佑廷和博伟加油，加油哦！佑廷、博伟加油加油！博伟、佑廷亚运加油！佑廷、博伟加油！佑廷、博伟加油！佑廷跟博伟加油，清大之光耶！ Yeah! 博伟博伟得冠军，佑廷佑廷得金牌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佑廷博伟加油加油加油！学弟，清华体育系为你加油！嘉华、佑廷、博伟亚运加油！中华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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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